Orang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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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橘子的意思。嗯。Banana. Banan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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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的意思。嗯。好的，我们复习一下。Apple. 橘子的意思。什么橘子？什么橘子？Apple. Apple. 香蕉的意思。什么香蕉？什么香蕉？Apple.连连，来好好回忆一下 ，apple 什么意思？苹果的意思。什么苹果？苹果？什么苹果？啊！他说对了，他居然说对了！啊啊 ，apple。连连啊，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的单词好吗？好，来跟着我读啊。Dream， dream， 什么意思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你能记住啥？记住啥？记住啥？那个子栋啊，这样，你冷静冷静，让我来启发启发他。对，你歇会儿。恋恋，哎，我们睡觉的时候一般都会怎么样？打呼噜。除了打呼噜以外呢？有啥？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睡着睡着会突然惊醒？上厕所憋的。中国有句老话叫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什么梦”，做梦，梦想。